然后就突然就想放屁啊。那我想我们偷偷的放一下没关系，因为声音蛮大的，一放也不觉得怎么样。然后结果唱完以后起来，裤子是油，那个椅子上面也都是油，都是油。然后马上我就跑到楼下便利商店去买卫生棉。我第一次还贴反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我贴好了以后，然后我一穿，哎，不对，卫生棉在外面。施文斌刚出道的时候，根本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偶像。对，哪里？那其实施文斌，你们大家不了解，他其实以前胖，很胖。嗯。哦，不一个。嗯。那时候我很恨他，因为他脸是不会胖嘛，脸都很瘦，哇，身体比我胖两倍。嗯。那你是怎么样进入唱片界？哦。那因为在美国那个地方，其实我是觉得他那个地方，第一个空气好，第二个他在那边，我常常开玩笑，在那边喝白开水都会胖。对。因为他那边素食店。太多了，他们的习惯就是披萨啦、汉堡啦、炸都是喝的饮料，全部都是高甜高热量的汽水、乐、可乐。我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是很胖的，对，很胖。但是怎么瘦下来的？我试过很多种方法。那一段时间，我记得在早期那个时候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吃鱿鱼跟青苹果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。鱿鱼啊，这样配着吃啊？对，有一种鱿，不是那个鱿鱼，不是鱿鱼，不是鱿鱼，有一种鱼，很大的鱼，油脂的油，吃起来是白色，肉是白色的，对，沙拉油的油，那叫鱿鱼，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偏方，就是说可以吃每天就是三照三餐吃，都是煎一片鱿鱼，然后吃鱿鱼，然后吃青苹果。那段时间我在唱民歌，那明哥我们都知道拿把吉他坐在椅子上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，那个鱿鱼啊，那个鱿鱼里面的那个油啊，它本身不会被人体吸收，它同时还会把你体内的油一起排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们有人警告我，就是说要我准备卫生棉，要我准备卫生棉在屁股这边垫的。对对对，万一比如说你放个屁啊什么的，就油就会喷出来的。我起初不以为意，因为我想可能刚刚开始吃，没有吃几餐，所以就还好，排泄正常的话，可能就是也不会这样子。就有一次我就没有听啊，我就在那边唱民歌啊，刚上台的唱，然后就突然就想放屁啊。那我想我们偷偷的放一下没关系，因为声音蛮大的，吉他声又歌声，就一放也不觉得怎么样。然后结果唱完以后起来，裤子是油，那个椅子上面也都是油。然后马上我就跑到楼下便利商店去买卫生棉。我第一次用那个蝶翼型的，你知道吗？夜安型，夜安型的，我不知道啊，那我就买啊。然后买了以后，他要不是要胶带什么吗？然后就是胶带弄一弄，然后我说这个要怎么贴呢？贴屁股上。所以我第一次还贴反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我贴好了以后，然后我一穿，哎，不对，卫生棉在外面。白痴。然后结果我想这样不行，就撕下来重弄一样。然后我就那段时间唱民歌那段时间，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，我是每天去买卫生棉，每天都卫生棉伺候。是是是，对，哇靠，很过瘾哦。对，但是也真的后来就是有一点效果了。有效果，因为你没有吃高热量的东西嘛。哦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吃鱿鱼跟青苹果的关系，但是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已经是吃到半年的时间，你没有吃任何别的东西哦，天天你只吃，对，三餐都吃那个鱿鱼煎一煎干煎，然后就是啃青苹果就喝水。你以前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是曾经被黑人抢劫，对，他没有劫色嘛？没有，是男生。所以要劫色啊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劫色。你有没有看过《黑色追缉令》？有，那个老大最后被干掉。我是运气很好啦，因为我在美国那个时候啊，一方面就是我们台湾刚退伍，然后到那边去一边念这个语言班，然后一边去修一些学分，然后同时呢，我是念夜间部，那白天呢，我在中国餐厅里面当 waiter， 然后放假的时候会去加油站里面打工，那在这个在纽约那个地方啊，其实它的那个 subway 那个地铁捷运啦，那个捷运是很方便。那我们往往这个一个中国餐厅，它通常休息的时间大概是10点晚上11点，我们吃完宵夜整理好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可能已经11、12点了。那通常那个时间晚上，其实在纽约其实是比较不安全，因为治安不是很好，太晚那个时候。对，那我们想想我们在台湾生长，
每天都是见到的都是黄皮肤的人。嗯，你到了一个异乡去，然后你尤其就在纽约，那往往有的时候晚上一坐上那个车，然后整个车厢里面只有你一个黄皮肤的人，其实你旁边全部是黑人。那其实，在晚上你又只看得到他的眼球跟他的牙齿，就是其实你心里面会有压力，有点卡到音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语言又不是很溜，嗯，然后又要必须要工作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就会担心。那没有想到真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等车，然后很晚了，然后那个车站刚好没有人，那个人就还好，他不是拿枪，因为在美国枪是很泛滥，他是拿了一把刀子，就直接顶着我，就是 give me all your money, give me all your money, 我一想到啊，完了。那天刚好我们美国是这样，做 waiter 呢，就是每天大概$10的薪水，嗯，然后你都是靠小费，对，然后你每天的小费，那刚好那天我们缴汇钱还是怎么样，小费交给别人了。哦，那天赚的钱身上对不起真的只剩下$2，就是两毛五。然后我最后我也很诚意，就把我的所有的口袋翻开，最后拿出来两毛五。 This is all my God, 这是我仅有的。没想到比他还穷。对，他因为他讲把我挡狼给你，我怎么倒霉啊，我抢了一个这么穷的男人的。然后他一看完给我$5给我。你看把我挡狼给你，削到。我真的很幸运。好，那以后我们大家去纽约都带$2，都去坐地铁。我是很担心，如果当时我连$2都没有，他可能就一刀砍进来。绝对是假的。对，淡淡酒店内，悲伤谁人知？痛苦吞腹内，一杯搁再来。你若有了覆盖，莫问阮为倒位来。不认识你，我们经常在这个对不对 KTV 里面伤心酒店，而且小康那时候会点你的歌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会点台语歌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唱了以后，我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好听嘛。上车路，一场小雨，两个人一对联络。三五蕊错乱的闪失灯火，照着离别的寂寞。一场梦，两字痛苦，三更啊，四界散步，只怪我爱你用我的全部。我无一句你爱我，爱是错误，你不用说。其实我的心内嘛有数，难过一场雨，我的港湖，你爱的不是我。爱的不是我，是我当初太糊涂。谢谢。真好听。欸，不是，刚刚中间有国语啊。是，我刚以为他唱错。这是一首，他已经在我店里面唱谁的歌好听 ？Bee Gees。啊，真的，他的声音很适合。Stay alive, stay alive. I know your eyes and your sunI feel it touch me in the boring rain. In the moment that you wanna fall from me,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.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's break. Keep it warm in your love, then you soft and leave. And it'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to show.